如意桥之后呢，就不仅吸引了我们仙居当地的，也更加吸引了更加省外甚至国外的一些游客前来打卡。所以我认为这个如意桥呢，它也是给我们仙居当地也是带来一些经济的一些收益。设计的挺好的呀，自己的上面一栋桥，下面不是还有一个跟那个如意，整个反正这个造型嘛，跟那个如意一样的。